今天中午，鹿晗突然在微博上喊话：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的关晓彤。微博一出，顿时引来大批粉丝留言转发。随后关晓彤发布新微博，哎呀妈，卡卡的，并艾特鹿晗。两人的工作室也出来盖章两人恋爱消息。消息出来一个半小时，鹿晗微博据说掉粉了26万粉丝。但不久就有媒体出来澄清，其实在公布恋情之后，鹿晗的微博涨粉43万，估计不少网友也是被他的男友力直接圈粉了。而关晓彤的微博也一下子涨粉44万，网上祝福的声音与失恋的声音齐飞。不管怎么说，两人幸福最重要，小编只能含泪祝福他们。今天失恋，明天还要上班的女友粉呢，你们还好吗？